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保养的仪，43岁仍维持冻龄美颜，先前还被英媒一模法精灵长相形容。今25日晒照向粉丝问安，让不少人惊呼，原来女神是这样在维持身材。林志玲一早便在微博分享空中瑜伽美照，写下早上好，活力的一天从流汗开始。他拉住吊绳，将自己悬吊在半空中，顺势延展身体，展现力与美的结合。突然一个转身，除了露出零赘肉的姣好曲线，招牌长腿更是一览无遗，加上后方光线照射，画面美得像幅画。粉丝看到后纷纷留言大赞，大海都是水，林志玲都是腿，早上就这么拼，身材好不是没有原因，根本仙女，这长腿直是羡慕。林志玲翻摄自微博，林志玲分享空中瑜伽练习照。翻摄自微博。